各位视新闻的网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智利总统博里奇所乘坐的飞机已经如约而至，他将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并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飞机已经降落，正在缓缓的滑行当中。在抵达北京之前，博里奇总统刚刚参加了今年的中国智利州成都站活动。从我们目前掌握的消息来看，他是最早一批抵达中国的国际贵宾。 迎宾仪式现场，我们可以看到礼宾持枪伫立在红毯两侧，由少年儿童和身着中式服装的大学生们组成的欢迎人群也已经就位。稍后，迎宾仪式就将在这里举行。 有朋自远方来，今天我们迎接的这位朋友的的确确是远道而来的。要知道，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到北京的直线距离约19000公里，是世界上距离中国最遥远的国家之一。从时 区上来说，智利的首都圣地亚哥属于西四区，从西四区到东八区，跨越半个地球来华出席此次活动，我们能感受到博里奇总统对此行的重视。我们也希望今天的迎宾仪式能让博里奇总统感受到中国人民热情友好的待客之道。 央视新闻的网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智利总统博里奇所乘坐的飞机
已经抵达北京，他将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并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智利位于南美洲西北西南部，被称为天涯之国，是世界上距离中国最遥远的国家之一。虽然相距遥远，但两国关系却是中国同拉美国家团结合作、互利共赢的典范，创造了多项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同中国关系的第一。智利是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的南美洲国家，第一个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同中方签署双边协议，第一个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第一个同中国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拉美国家。拉美地区是共建一带一路不可或缺的重要参与方。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中智关系日益紧密，天涯之国也不再遥远。目前中国是智利全球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国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国。智利是中国在拉美第三大贸易伙伴和进口铜的最大来源国。各位央视新闻的网友们，大家好，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智利总统博里奇所乘坐的飞机已经抵达北京，他将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并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国与智利建交的第53年，中智人民隔海相望，彼此欣赏。去年11月，习近平主席和博里奇总统在 APEC 会议期间举行双边会晤。习近平指出，智利是首个同中国建交的南美国家。半个多世纪以来，中智关系作为中国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关系先行者，成为发展中国家合作共赢的典范，值得倍加珍惜。
新闻的网友们，大家好，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智利总统博里奇乘坐的飞机已经抵达北京，他将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并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抵达北京之前，博里奇总统刚刚参加了今年的中国智利州成都站活动，他是最早一批抵达中国的国际贵宾。2018年11月2日，中国与智利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开启了中智关系新篇章。智利国家元首曾两次应邀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与各方共商合作大计。去年，习近平主席和博里奇总统在 APEC 会议期间举行双边会晤，就加强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等达成广泛共识，为中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双方共建“一带一路”注入了强大动力。现在我们看到博里奇总统正在沿着红毯走向车队，相信迎宾现场具有中国特色的表演，以及敞开怀抱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的那份友好与真诚，博里奇总统一定能够感受得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博里奇总统的车队正在驶离机场，相信他在此次中国之行中将会进一步增进对中国的了解，深化两国关系发展，不断为世界注入正能量。10月15日至10月17日，外国领导人将陆续抵达北京，更多有关外国领导人抵京的相关信息请您持续关注。